巴西的公车站就是这样。酷哦，那公车站居然人要站这么高哎，好奇怪啊！然后那个天桥只能坐公车的人走，那是公车站的天桥，我们一般行人不能用。好酷的设计哦，公车站搞得跟火车站一样。这桥下有小朋友在写功课，好乖哦，就待在桥下写功课。对，像那个楼梯要爬上来的地方。是他的楼梯，他们家大门口。看样子应该是住桥下。应该是。好可怜。这个是 Indonesia 新的 shopping center， 很大哦。这边，然后一直到后面这边，然后再往左边延伸过去，都是 shopping center。然后这边的后面也是卖东西的。